BTS 近日发行新歌 Friends， 公司也开启系列宣传活动。在3月16日官方公告，在韩国时间晚上10点有一场线上 listening party， 但粉丝们准时上线要参与时，却发现频道迟迟没有开启，似乎是 BK 员工完全忘了这场活动。一直等到11点40分官方才发公告表示，由于技术问题推迟 listening party， 将于20分钟后上线。放鸟 ARMY 两小时让粉丝们气炸。此外，在 V 单曲发行之前，相关连接到无关的频道，超过200万名的订阅者消失，头像照片也没有恢复，让阿米炮轰 BK 工作人员失职，这么大的公司做事却这么不专业，真的非常让人失望。